常熟十大人气面馆啊，余山野熏面，那碗面多少钱？96。96啊？对。七溪流水接通海啊，十里青山半路程。大家好，我大头，今天要去的就是享有“四上湖山，天下常熟”的江苏常熟，给大哥安排一支全新的劳力士126300，顺便尝一下当地的美食，出发。到了跟大哥联系好的地方了啊，这个公司蛮大的，我们来联系一下他，简单跟大哥交接一下啊。先打开第一层啊。这一身薄膜，然后两本说明书，劳力士的126300光圈黑盘日志，是不是喜欢的这一款？是的，可以的啊。开始看的那个碳一，然后发现这个碳一太大了，还多一个日历啊，多一个日历对吧？为什么不买那个？第一步啊，我们先对一下保卡，10月1号、这个日子好吧？挺好的。对一下三码合一，三码指的是保卡编码、白吊牌编码，然后表身编码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然后。侧面钢圈6点钟位置，在这个位置看得见吗？对一下，就是跟这个对，跟这个编码要对，对，对的啊。对对，先把外膜我先给你撕掉啊。对，大哥年纪轻轻就开上宝马了，家里啃老。你几岁啊？我99年。我去，这么成功啊！刚大学毕业了，也好几年。哦，10月1号的保卡，开心了吧？为祖国庆生。见证一下啊，新表，开心了，闪不闪？教一下你功能，把这个把头给它拧松，然后拧松之后它就会弹出来。先给它手表加动力，往外拔一档。今天10月6号，把它调到5号，再往外拔一档，往下拨，调到你想要的日子，让它正常跳力啊。这个时候是顺跳的啊。现在是凌晨时间，再走12个小时，3:26，推到底，推到底，正推到底，对，往上拧，对，来，接下来上手吧。稍微有点松，稍微有点松，对吧？卸掉一节，行，卸掉一节之后，其实差的不多了。这样紧吗？正好，正好对吧？正好。恭喜99年的帅哥啊，喜提第一块劳力士啊，一劳永逸了。附件我给你理一遍啊，这张单子是我这边给你开具的收据啊，然后一个表节，2节吊牌，不要弄丢了。这张保卡还有5年的官方保修，油卡跟美卡的价值可能会在10000块钱以上，一定要放好，放在表盒后面啊。交接就完成了 ，OK， 尾款收齐， okay. 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。然后这边有没有什么能代表常熟的小吃的这一类的东西？常熟的小吃啊，余山那边，余山那边汛油面，汛油面对吧？嗯，好的。素面啊，那边有一个新福寺。嗯，我正好来了，我就去试一下啊。玩一下。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，再次感 谢。好，我就走了啊。好，好，我自己出去好了。出去 好的，好的，再见啊。我现在到了余山脚下粉丝推荐的这一家幸福老面馆啊，我们去试一下。我吃面在这里吧。哎，对的，里面。里面对吧？常熟十大人气面馆啊，余山野熏面，这个字读熏哦。阿姨，这里吃什么的？吃面。吃面有什么推荐吗？熏油面碗。熏油面对吧？对，招牌的。哦，他们刚刚十碗。十碗，哇，那我们来2碗，好吧？好的好的。还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浇头吧？推荐的浇头，熏鱼啊，黄鱼啊，象牙什么都有。这都是现炒的对吧？对。那个熏鱼面对吧？我们这里招牌的呀。熏油啊，熏油里面是加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个菇呀。就是菇对吧？哦，就是他们煮的那个。哦，这个就是熏啊。熏哎。啊，这个就是熏着啊。嗯。熏鱼那个甜的对吧？这个甜的，这个咸的。那加两个咸的好了。哦。那碗面多少钱？96。96啊？对。这个要35哎，你看35啊，这个鱼的话是15。好的好的。烩面。好的好的。3块1块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对吧？对对。这个就是熏，啊，那我自己端走啊，来，就坐这里吧。面上来了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这个熏油面的熏啊，就是一种菌菇类，是余山当地特有的。我们来尝一下，比较鲜美，非常好吃。我们来尝一下这碗面啊，嗯，面吸收了汤汁的鲜美，可以，非常好吃。然后上面这一层油啊，就是他们熬炼熏制的时候一起留下来的。我们尝一口，嗯，满口留香。这个鲍鱼呢，在我们江南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啊，尝一下，口感非常棒。我们接下来品尝美食吧。吃完了，带人家试一下。
粉丝推荐的非常靠谱啊，没有踩坑，非常值得。吃的一身汗啊，吃饱喝足，我们打道回府，下一期再见。